众朋友们，看一下我的两点钟收看《九四要赚钱未来事件部》，我是基金。我们看一下今天台股大盘的表现哦。今天呢，跟老师上个礼拜跟大家预告的一样哦，因为没有收上空方防守价，所以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就特别讲了，厉害，会 combo， 对不对 ？combo 另外还有加一个贝尔 GG， 对，没错，没错。所以一样，跟老师讲的一样，所以真的是非常谢谢老师，大家这今天呢在做股票的时候，有一个主心骨在这边了，至少有个主力方向。但是呢 ，PM 盘到今天，我们看到日盘的部分全部都是上下震荡，洗来洗去的。对，好，所以接下来这个礼拜怎么看？不想再跟你了，你继续输。对，就跟老师在梳头一样了，上下震荡这样的情况。所以接下来这个礼拜怎么看？因为这个礼拜还有个重要的大事哦，礼拜三辉达要公布财。财报，很多人在关注辉达到底怎么看，因为就是我们礼拜四早上起来就可以看到辉达财报如何了，到底可不可以事先先进去相关的类股来做卡位吗？还是说怎么去处理？对，另外还有之前跟大家提到的华为概念股，对不对？就是2313的华通，今天很厉害，又创了新高了。对，另外易飞网，老师也关注到了易飞网，对不 对？那时候老师开始买易飞网的时候，我还觉得很奇怪，老师怎么突然买了这个旅行的这个股票，27开头了，不太碰的股票。但是今天易飞网开低走低咯，那手边如果还有这一些像是蓝白盒概念股，老师说它是蓝白托概念股，然后这一类的股票该怎么处理？赶快请教老师。好的，那么基本上在讲易飞网之前，不过又牵扯到一个逻辑哦。好哦，你记得易飞网礼拜我们是先卖。卖最高再 买回来，对，好，因为我们买的够低，我闭着眼睛，即使收盘1:25市价卖出，我也赚钱，还是赚，这又证明一件事情，你们追高风险真的很大。好，先回来第二个问题哦，那很多人说老师，那既然不能追高，那我就在空高档的一个所谓股票，好，我举例哦，这张股票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因为我没有了。235的晋鹏你知道吗？金星啊，他在礼拜五的时候融券一口气大增将近有1000多张，结果今天又拉到一根所谓的涨停板哦。好，所有答案都出来了。好，基本上呢，像我在礼拜的礼拜天呢，除了没有剪头发之外了没有剪头发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这头发还蛮好看的。然后呢，有些法人朋友一直问我说：“小师，这个行情会不会被 Nvidia 影响？这个行情到底转空了没有？”因为礼拜三，基本上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紧张，非常害怕。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台指期货的江波图哦。今天台期货，起基金，你知道多机车吗？礼拜五的时候最低在收盘收219，就今天早上大概10分钟冲上去，冲这样这是涨的将近有70几点，对啊，就从17288杀到17154，先把这数字背起来啊，一五四，对，154发生的时间，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应该是10点多，10点多最低17154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个call讯哦。今天早上在9:48的时候，我很清楚告诉我的会员我说波动会很大，154到148，还有072分批做多。那我问你哦，最近一五四。来，再看面，再看面，一五四，眼睛快瞎掉了。没有，我只觉得十点多，好，来，然后第一个拐点上去之后，再往下急杀，往下急杀，来再看电动口讯哦，12:03的时候，170，哇，170，怎么算出来这个数字的？啊，你们不会算跟人家做期货，哦，你们不会算跟人家做股票，怪不得会输到脱裤子。好，我问你哦。你当然可以说，谢老师，我在288放空，好，然后154我回补，那我知道你是投顾老师的。收完盘的时候，自然会空在最高高点，买在最低低点嘛，这是投顾老师的行为嘛。可是我是每天给你看call讯的哦，我是每天给你看call讯的哦，我是每天给你看call讯的哦。所以说呢，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呢，为什么我有办法做到这么细部的一个所谓规划？来，又回到公版的哦。当你有不当性行为 HIV 的时候，你要特别带。没有啦，又开始健康教育时间，好，来。不是以前我们那个年代，我们根本没有看过普威抓的广告。现在政府一直要我们去打普威抓的疫苗，好，甚至 HIV 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哦。以前我讲坦白，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 LINE， 你会加入 LINE 的一些健康知识，以前根本没有 LINE 在提 HIV， 包括猴痘，就现在不是普威抓就是 HIV， 就是猴痘，怎么变那么奇怪啊？大家要案例多了以后，大家小心啦。尤其没有 HIV 你可能不会得了，可是如果说得到普威抓是真的很麻烦，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得到普威抓，而得到普威抓同时又得到新冠肺炎，有点痛不欲生那你说呢，要不要去打普威抓的疫苗？我讲坦白的，那个价格有点贵，6000多，对你们一般人啊，没有没有，那边都会贵哦。看什么？6000多，30点闭着眼睛都有，好不好？是，一天就有了。
哎，没有哦，几分钟，几分钟就有了，没有啦。嗯，主要他们是说，如果说你小时候有种过猴豆的话啦，他好像会有什么，我搞不清楚，这医学不是猴豆啦，啊、不是猴豆，那什么？哎，那个叫什么？哦，讲到猴豆，水豆 啊，水豆，水豆啊，水豆，我们猴豆是那个啦，猴豆跟 HIV 一样，猴豆跟 HIV 一样。那么又牵扯到除了猴豆之外，又牵扯到我们最近有一个长官嘛，那个往生掉卫福部的那个口腔次长，对，次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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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奇怪，他是医生哎。但是他心肌梗塞了、基本上到底是心肌梗啊，对，心肌梗塞了、啊，或是那个所谓的心血管剥离、嗯，因为心肌梗塞就等同于心肌缺血了、啊，其实一样定义、啊。很多人说今天没有会，我们因为我们盘中太爽了，没那么爽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啊，就开始聊健康，不是不是不是啊，就这么这样简单，一个九点三班，一个十二点三班，那等于说就在这拉迪赛说，哎，谢老师啊，心肌梗塞跟心肌缺血有缺血不一样吗？我是一样，那是一样，那就是因为你先堵住了嘛。塞住之后血过不去，你的心肌没有得到氧气的一个所谓供应、嗯、就像你中风也是一模一样，中风那是因为你的血管堵塞，所以说你的脑没有办法得到氧气、嗯哦、就这么简这样的简单嘛、嗯、那只是说很不幸的，那只是说现在等于说大家也在担心说，哎，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我说真的啦、嗯、心肌梗塞这种东西呢，如果根据医学常识，它有点类似像土石流啦。嗯啊，土石流的话，你有办法预防吗？那是很难预防的啦。嗯、我不信那个次长，他胸痛他不知道，可他没有这症状啊。哦、谁说心梗塞你有胸痛？不一定会胸痛的，胸痛，你的胸口感，你的胸口感觉被大象踩的时候，你还不去看医生，那我也没办法了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对对，或是人家说的，你的心脏好像被你毛巾，对对。那可是问题呢，你有时候是牙痛。那种症状很不明显、嗯、那甚至于呢，如果说爸爸妈妈啦，大概六七十岁左右的话呢，你所得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因为本身有糖尿病，所以说你的sensor，你的感应器官会比较弱，所以说你根本没有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那怎么讲呢？那只能跟大家报告了，因为温差很大，尤其你们喜欢靠我们就讲健康常识了，干你妈的，因为你今天真的太容易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真的很无聊。来来来来，好，没有啦。那、啊、等于说呢，很多人喜欢洗温泉啦，那我是给大家建议啦。很多人很年轻人爱皮爱臭皮啦、嗯。等于说呢，热没有，因为以前我们是这样子嘛，在阳台洗温泉，热水泡完之后马上跳到冰池里面。哇！屌哈屌哈屌哈，等你三重天之类的、等你再多跳几次，你可能就血管剥离了。好、嗯哦，所以要小心，要小心，好好保护自己。好，来来来，九月份，来那个十月份，来十一月份哦，十一月份哦，我们在上个礼拜五我说承诺给大家看这张单，有。好、哦，来，我们先买个箱看哦。哦，干，日子过得好快哦。真的，又礼拜一了，十一月快过完了。你们真的很怀念这个日子，这一笔单，你们真的超级无敌怀念的。即使你资金不够，你就要买一笔药，你就买一笔药、嗯，买一笔，然后我们结算价是17150，我卖17150，所以中间的差距是高达在1200点。然后之后没有没有了，因为我的做法就是说，在于说呢，你到底看不看得懂主力心态？你说老师，我没有主力心态。好，我问你哦，我一开始在跟你讲废话，你没听到吗？不是讲心肌梗塞哦。我一开始跟你讲说，你跑去放空高角度的235的镜头，你被嘎到涨停板。对，那我问你，这是多少空头？多。对，多。不是，我比较不会像一般投顾老师讲那种干话、嗯。我问你，什么叫拉回涨停板？那怎么不拉回呢？你从16000点到16500，你就告诉我拉回涨停板。16000我到17000，你又跟我讲拉回涨停板。啊，往上走怎么办？对啊，对啊，我没有，我不欣赏那种干话啦，那对你们帮助都没有。我问你啊，好了好了，进鹏这种股票算变态的。那我请问各位，我在节目当中免费预告了2313华通了。当你在看华通的时候，一档华通我们已经买了三次，我打算给金鹰，我打算给大家看证据。好，来来，然后1万6开始多，然后直接看这张比较快了。来来，然后我们一路多，无脑多。我本来就没有脑，反正就这么简单。反正无脑有脑，反正宏达电或是2313华通，反正只要能够赚钱就是黑猫白猫，能够赚钱就是好猫。所以第一趟的话，第一趟我们总共买那么多次，所以说我们赚了6041点，没错吧？6041点哦，真的，因为我是买了12345678，然后买了7笔单，一路买，从01跳到445，那时候你还笑我说神经病啊，老师你在追高，看没想到445追高之后，还涨到17000多点。好，来来，然后第二趟的话继续开下去哦，690，然后来跳快点，跳快，来来来，直接看啊。直接看比较快啊，看到之后你们可以要流眼泪，好，流眼泪，来来继续跳，好，来690660673696七三零七三五六六四，还有892，我们都在买，嗯，北京有没有很残忍啊？残忍没有啦，一般投资朋友。
他可能会选择放空，是，可是一般投顾老师他不敢做，他也不敢做，他也不敢做，眼睁睁然后每天只会跟你讲拉回找买点。嗯，可是呢我们来市场上我们的唯一的目的，我讲比较坦白一点好了啦，很多时候他是跟你的情绪他是有一个绝对的关系，不管包括中风，我之前跟大家报告过嘛，像我一个朋友，他爸爸就是等于说觉得他太太做的早餐不好吃，才骂一骂之后马上中风。好，情绪的波动它是很重要，因为如果情绪波动很大的话，对，你很容易心血管剥离。那我问你哦，如果你没赚到钱，你的情绪压力会很大，会。没错吧，会很大。好，来哦来哦来哦。所以说呢这个3852点再加上6000点刚好10000多点嘛。那你200000的资金有没有很轻松变成200万？来看清楚，看清楚，看清楚，来来。这个来先看小张的啦，不然你没太受伤了。这100万嘛，这没问题哦，这100万没问题吧。啊，这个呢，这多少？知道知道。200多万。200多万啊。215。对啊，会难吗？这是11天吗？会难吗？还是就一天？Oh my god， 一天的话赌太大了吧，一天的话赌太大了吧。可是其实上哦，事实上哦，现在我的会员讲坦白都赌很大，没有，不是因为他们就是主力心态抓到了，不是不是，因为当你他们等于说他们懂得开5-0机枪，抓到一个趋势方向之后他会一直开枪。这是为什么哦？我讲坦白哦，这10000多点，这10000多点真的很简单，真的超级无敌简单。那我们现在来行销好了啦，反正还是老话一句的，你看我的节目绝对不是一天两天。对，如果说呢我每天告诉你我买最低卖最高，这种节目就不要看了，不要浪费你的时间，也不要浪费你的生命。尤其看这种节目，我讲坦白，看投顾节目我会心血管梗塞了，因为干全都讲这样干话，情绪会激动。妈的，每一个投顾老师，来我举例好了，礼拜五的时候，全部所有老师都在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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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远雄，不是远雄啦，还有雄狮旅游，对，雄狮旅游啦，而且雄狮旅游最惨。对，今天熊市直接开低快跌停哦，开低快跌停哦，它不像易飞网，易飞网是开盘只有跌2%而已哦。那我请问各位，今天会有人就跟你讲熊市旅游吗？不会啊，不会，那就是你的命嘛。所以说，基本上哈、哦，你要反败为胜，你一定要了解目前我没有要讲中长线趋势方向啦。中长线趋势方向，只要多方防守价没有跌破之前，它本来就是个多头。可是涨很多，你真的很害怕。我只能奉劝各位。这些对账单本来是让你去光宗耀祖的，你可以放在那个祖先的坟前，好，讲哇，我今天探多少级，甘霞周身，周比啊，周比，跟来 K 一秒，这本来是你的，这本来是你的对账单，那你们到底在搞什么？你在搞什么？所以说，真的去下载软体。第一时间拥有主力线，还有盘中讯息，来继续讲下去喽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上礼拜三被强迫结算之后，我请问各位啊，我有没有继续做多？可是你这个要很大的勇气哎，也要这样子哗这样下去哎，这样下去到今天为止200点有没有赚嘛？我问你到200点有没有赚嘛？有哎，已经涨到17000多了，我还在买，我还在买，我还在买。然后呢，给你预告 Tumble， 那 Tumble 之后的先卖后买，而且目标价就是一通扣讯处理一切。好，这样子又75点，然后呢，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，我们持续做买进的夜锁动作。那么在上个礼拜五之后，我很清楚跟你预告学起来。我说呢，我跟思翰连线的时候在二十几，那我跟思翰连线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台北股市的末端了。你要收上235这么样的简单，你收不上去。所以说我用这套逻辑，我们很清楚跟大家预告应该会 tumble， 有很简单哦。所以说我们要学起来嘛。所以说我们除了给大家鱼吃之外，更重要教大家钓鱼技巧，就像钓技巧有多么样重要，这两个干话好了。你们大家都很喜欢吃大闸蟹嘛。好，大闸蟹有分公有分母，那对，大闸蟹还真的是蛮好吃的。是，那我问你啦，那台湾总不可能一昧从中国大陆进口大闸蟹吧？不行啊，台湾有自己养的。对啊，台湾有自己养的。所以说我们台湾学习到钓鱼技巧啊。对啊，可是大家知道大闸蟹吃什么的吗？大家可能不知道哈。没有，我讲台湾哦，我讲中国哦，我讲台湾哦。淤泥吗？当然是啊，大闸蟹它只是毛蟹而已，台湾叫毛蟹，对，就跟吴郭鱼一模一样嘛。吴郭鱼呢，如果说你养在没有以前，哎，但台湾的给它吃有机的那些什么什么发酵食物，那很厉害哎。哎，对的，台湾养的很厉害。现在大闸蟹台哎，中国的采取人工饲养的，可是那我们再跳回年代一点，你那时候可能还没出生哦。对，以前怎么养吴郭鱼？经理知道？就是那个臭水沟啊。没有了，以前等于说就是不要说是化粪池，那本来就化粪池啊，猪的。
现在东南亚的国家很多乡下地方是还是这样养无锅鱼啊，就化粪池直接沾上去之后拉下去之后无锅鱼吃它长大的啊，所以说为什么你说无锅鱼吃起来有土味，因为里面很肥 很肥对不对，对，可是问题呢我们现在无锅鱼呢已经改成了是人工饲养的，人工饲养，人工饲养，所以说叫台湾鲷，所以它价值 往上提升，很大只，很大只，很大只啊，很大，跟老师的胸膛一样大，是好，所以说吃起来没有土味，吃起来没有土味，讲着看着我啦，真的啦，不是啊，在云林啊，不是，因为好，我想坦白的，我们的节目、哦、大概应该每次哈、哦、讲两分钟可以结束，该跟你们讲都讲光光啦、啊，对对对对，对啊，只是因为你没有盘中的讯息，是好，所以说你没赚到这一万多点，所以无所适从，对，那上个礼拜好开始进入盘整盘，礼拜三结算嘛，所以说礼拜四、礼拜五又出手嘛，那这样子我也赚了两百多点啊，这也是钱嘛，是，那就看你们到底要不要赚嘛，啊，今天这口气也是很简单很轻松，好，来继续哦。面临到，因为好，今天早上我听在非凡，因为我从来不看筹码，非凡就在讲那个报筹码嘛，和、外资现在两头压，压什么压 ？T 五十板也买 ，T 五十也买啊？外资，可是投资这样做是没有避险啊，因为就不要动好了、啊，不是因为现在比较恐怖的地方是什么？恐怖的地方是什么？那个 NVIDIA 它要公布财报，礼拜三，对，那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两件事情嘛，没有财报，我觉得不重要，是未来的 expectation，、它预期怎样嘛？预期如果说，哎呦，中国都被制裁，我们伺服器芯片靠腰，那真是大崩盘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家也在怕这个事情，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到外资两头压最主要的原因哦。好，那我先讲我的看法啦。基本上呢这个行情还是Tumble、可是我每天我的主标，我主标就是我们主题嘛，主题最上面的主题、一定会跟你预告有关于 Philadelphia Index， 对，有关于 NVIDIA 它的多空防守价，好，多空价，好、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，因为还是 老话一句哦，这个行情会不会涨到两万点，你他妈的我根本不在乎好不好，我谁在乎这个东西，你不会转弯哦，那该空就空啊，该空就空啊，搞不好空价又一万多点啊，这么简单啊，就这么简单啊，该多就多，该空就空，反正每天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，而不是自我设限、自我划线、自己那边画大饼，那都一点用都没有。好，讲完喽，讲完喽，应该是震荡啊，应该还是持续上下做震荡。那你自己想想看嘛，震荡这东西有多么恐怖？来，我举例哦。对啊，早上没有我举例哦。早上哦，它开盘开这边，然后垂直往上拉，是干一口气拉十几点。对啊，如果你没有把谢老师跟你讲的、没有先预测好，对。没有，你可以选择不要成交嘛，会是是是是，我举例哈，会来一五四，我哪知道会来一五四啊？对啊，虽然是我在操盘的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会来一五四嘛。那只是说我们把准备做，你不是事先做好准备，涨了1200多点，你还在追高，干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哎、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了哈。所以说跟着我操作就对了。那下午基本上哈，我下午还一样会挂个芭乐架啦。我等一下录完节目之后没有芭乐架笑什么？那是事实的。芭乐架意思是对对对。那如果有成交就赚钱，就赚钱，就赚钱。看，其实扣讯在这边都没看到。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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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按赞，你全宇宙真的啦，老师全部都把不是、而且数字都讲对，很准呢、全都来了，全宇宙没有一个老师敢这样子，中没敢这样玩的。好，来，那至于说好，先来回答第一个非常简单问题，很多人说问我，没有，因为就好像有些投资朋友他该带枪投靠，他问我一件事情，笑死，我觉得哈，在这边生，我要在这边死啊，什么东西？我 AI 要继续拼，我说好欺负。好，真的好胆，还有胆，好胆是好。好，那他问我说，就好像今天盘中呢，我们看到不管高或广达、高或伟创都有这样拉一下，对，拉一下。好，是。好，那到底有没有买？我先讲我的心中的答案好不好？是。心中答案就是我嘴巴要讲答案啊，可以买。可以买。只是呢，来。那个威盛卖掉之后，然后后来威盛卖掉之后呢，我们做了一次跌停板买进之后，跑去买3231的伟创。那伟创呢，我们也赚了将近有两倍之多。那我跟你好，其实我跟你很多时候我还是老话一句啦，我们最大的业水差别，没有不要盯盘，真的不要盯盘，真的不要盯盘。你看哦，我是好像是哦，那要放假了，提前布局好就好，要放假，对对对对，等于说我们是在9:14的时候，我知不知道它会杀到95.2？我不知道，可在9:14的时候，我就告诉我会员95.8，我去买，好，我去买、结果呢，礼拜三结算价格还算蛮漂亮，又被结算掉了。所以说一档呢3231的伟创，我们很轻松的，很轻松的。如果说了，我再加上所有的操作经验的话，至少高达将有3倍。好，我再讲结论哦，能不能买？可以，来，那是因为 NVIDIA 财报好吗？错，
那是因为现在大盘上多头。嗯哼，哦、我讲的很慢哦。那你说呢，老师啊？可是这个族群很讨厌。如果 AI 股票，我讲坦白的啦，就像、哦、如果你不用伟创期货、广达期货去买的话、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明天搞到一开盘的时候，你可能稍微瞄一下，我假设你买现股，对对对，瞄一下，干尾盘收最低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真的有可能，而且它搞到开盘涨了五毛钱，现在变太快了，开盘涨五毛钱杀到最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没有，我是说可以买，还是可以买，还是可以买，还是可以买啊。那你说呢？如果说老师，可是我不想碰那些，那刚刚金英也讲得很清楚啊，蓝白托。华南白托之前先讲华为讲完哦，华为概念股2313的华通，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多久了？而且呢，华为概念，华为那是最新的手机 P60 嘛，全台湾应该没有半台，好像只有那个什么中天才有，要水货拿进来哦。中天好像那个什么周什么嫁的那个叫什么？中天的主播哦，对对对，周雨晴啊，周雨晴，周雨晴，周雨晴，我当年追过他、啊，我跟他很要好啊，我跟他很要，因为以前他最早的时候，我以为你要爆料，哎，还有陈淑娴嘛，他们最早的时候是在那个。那叫什么年代啦？年代那时候刚好在我们公司旁边，所以说那时候常常遇到。那没有不是骑脚车跑，他们那时候有通告，那白天的通告，骑脚车过去啊。对，开车太麻烦。因为他喝下午茶，有跟他喝过下午茶。那时候感情还真的不错，他真的是漂亮，没有，他真的漂亮。他即使不化妆都很漂亮，天生美，天生丽质。对，天生美。好，讲这种，到底要讲什么？越描越黑越。不是华通啦，华通，你看到你没有？其实我做股票的一个所谓做法都是一模一样的。是，你要想说呢，伟创。为什么我们可以赚两倍到三倍？我赢的地方就是他急杀的时候我会去买，你不敢买，你不敢买。那同样的广达呢，我们可以赚的800多万，我也是利用急杀买进嘛。那同样2313的一个所谓华通，当你逮到了一个机会之后，你就是复制指数期货那一万点的模式嘛。你有54.2买，那54.2买完之后，54.2买完之后56.8买，那56.8买完之后58块到58.7还在买，来哦，哎，从54、56、58、54、56、58，嘣嘣嘣，就像打靶一样，打三个洞，咚咚咚，是三个洞。是，那你知道三个洞的下场是什么吗？至少高达6只涨停板以上。对，有没有很简单？创新高，有没有很简单？好，继续把它讲完。来，宏达电，宏达电继续讲完。好，宏达电，宏达电呢，它也高达将近有5只的涨停板了。好，来，可是大家听易飞网，好清楚哦。没有，这是做法。那么股票市场呢？我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说呢。今天我们会不会遇到挫折？会啊，期货好像很难呢。期货我觉得说哈，有点类似像，没有啦。我有些朋友跟我讲说，哎，干，我看你节目真的很嚣张哎。不是，期货这种东西要有一个铁则，就是说你要去规划，你要规划。那期货它跟股票又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我请问各位哦，蓝白变成拖鞋的拖。对台指期货有影响吗？一点影响都没有。对，可是问题，它对个股，光含运类股就有很大的 impact。对对，很大 impact。对对，好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做期货，你只要你设定好价格，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很好笑了。我设定好，就好像今天能挂50要买，很多会员看他急杀，大家又不敢买了。那是人性嘛。那同样的，你在礼拜五的时候，你看到三富啊，你看到雄狮啊，看到易飞网拉到涨停板，你又想要追，又想追，对，又想要追。那追的一个谁过程当中，我问你哦，你只要一追高，我讲坦白的哦，如果蓝白真的不合的话，就完蛋了，好，就完蛋了。好，就完，你就挂掉，你就挂掉了。可是就我的夜水角度，我会先卖后买，来，好来，48.1啊，我买四八点一啊，看我今天收盘前卖掉都赚钱呐、啊，差在这里啊。可是如果你跑去买什么，你买雄狮，今天连高点都没有。对啊，哎，为什么今天在整个旅游里面最强就易飞网了，超屌的，它开盘直接2%，对对，开盘就好。那么操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哦。基本上呢，这一招我在节目当中我有教过各位的、或甚至于呢，我们跟徐金在聊天的时候，我常常讲一件事情，我传真稿都会写支撑，你开盘直接来支撑，
那就炸，对，千万不要，对，千万不要买，很可怕，千万不要买，对，很可怕，千万不要买，好，千万不要买，好，我是要把它换掉，我买不想出来，因为会炸尸，没有，一般我买不想出来，因为没有，不是跟不是，我是相信什么蓝白会合啦，对 对, 對，不是，我不想，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，因为它根本没有形成跌破 K 棒，是你懂我意思吧？这是为什么一档华通，我们至少赢赚七只涨停板最主要原因，你没有形成跌破 K 棒之前，你就不要那么容易被洗掉，嗯，好，就这么样简单，好，来哦，那问题重点来了。那易飞网你换进哪里？要给大家看答案嘛？对，换谁？换谁？换谁？哇，男子店！哎，我从来没盖牌，我这样很难混呢。你不觉得我很难混？我觉得我好辛苦哦。那只是没关系，你的重点在价位。没有，一般人知道还不一定能够拿到价位。男子店好跟华没有，我有点 shock， 你知道吗？因为男子店没有，然后今天才好笑。今天跟思安连线的时候说，哎，男子店你应该没有听过吧？他说没有听过。我说他大概是2316，哎，他在2313后面的，跟后面的一对。对对，他在2330之前呢。对，哎，台北股市第一家挂牌公司叫2301，哦，对，这个是这样排下来的，是，啊，所以说2316男子店，它绝对是比台积电还老牌的公司啊，你们都已经忘了，对都已经忘了，都已经忘了，都已经忘了，是在说这什么公司啊？代号多少不知道，2316，你说南电我们还知道，南电8046，不然没有啦，因为哈，你去看到 PCB 部分的话，我们都知道华通的话是标准华为概念股，然后男子店的话呢，没有，我喜欢男子店的原因哦，如果说你没有，你们还看一下财报啦，对，它呢第一季呢是赔 0.2， 第二季赚 0.02， 第三季赚 0.67。哦，这大幅度的业绩成长，对对对对，因为他有投资一家公司富士电，那富士电又做伺服器的，哦，好，没有这东西你自己要去查，你是要去，如果老师哦，那我明天买男子店，但你知道我明天不会跑，还是跟着老师比较好了。来哦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好，来哦，绝对是被发高讯哦，发高讯好，来，这一段哦，这一段为什么拉上去？没有了，因为我在非凡我从来不会接到股票，我不太接到股票，我只是讲一下说哦，男子店我觉得蛮低估，就他就这样蹦上去了。没有在三个字而已，没有，我不推荐股票，所以说你看我非凡里面的三宫格，我都放正常股票，包括2313华通啊，或者包括什么那个2301光宝科、2382广达，对，我会去解，我会解 AI， 我不太讲股票了，不太讲股票，因为如果好像被人家当做出货的目的哦，所以说南子电这张股票，那当然你们可以特别留意。那说老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比较更好的公司哦？我看现在股票涨上去了，很累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老师啊，我们来追华通，干华通连续拉出两根长红 K 棒，你至少要等啊，还要他等。没有了，哎，玩哎，换个讲法了。好，今天好，你们做股票呢，还是老外居哦？我华通难道明天不能变成易飞网第二吗？更嘛是有可能啊。对对对对，你们做任何东西，我希望呢，你们可爱脑袋的背后都要稍微想一下。好，那问你哦，在华通还没变成易飞网第二之前呢，能不能借由今天的高点跟低点？还有收盘价、开盘价，你帮我算出他明天的多方防守价。可以，老师有教。有教哈，有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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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我问的没有，我对连金这么忙的，老师有教，老师有教，有。金金会代表全台湾人都会。干嘛？他忙成这样子，拜托人家新闻台的好不好？你们准备一大堆有的没有的鸟新闻，对对。我现在被 Sugar Daddy 卡在里面，好吗 ？Sugar Book。哦 ，Sugar Book。Sugar Book。对，那没有没有，我其实我的传真稿写稿都一模一样。我知不知道明天华这么大跳水？我哪知道？干嘛？我又不神，对不对？你要奇问我，他三岁小的知道说明天如果跳空开高，你傻。这是我很快跟你讲。好，那问你哦，那假设明天华通哦，如果说开一个平高，快去往下杀，你能不能买？敢不买？问老师，不要问我，你自己算，我一定会买，我一定会买。那你买下去，买下去涨，买下去，只要重新回到当天的开盘价的话，拍谁哦？就期货华通期货的角度，你至少赚了一只涨停板，这么简单吗？那就简单嘛。你所以说，你只要看它的开盘就好了，开盘不要来个大跳水，那就 OK， 那就 OK 了。那男子店的道理也都是一模一样，就是说你一定要开平高，你不要给我出现往下的跳水，哎，这样很细嘞。啊，其他细节的业水部分，我真的很希望大家，你一定要把我的线上课程带回去，不要去看老师的头发了，拜托，我看到头发没事，不是，有时候跟朋友出去跟同年出去，每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他的朋友认为我跟他们同年。都是我比较老啊，不是比较年轻吗？年轻，现在已经到阿北了，但是还是可以啦。光头发就加分了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光头发就加分了。我们剪什么头发？我头发也是我姐姐剪的，好不好？我根本很厉害。不是啊，头发长很快的啦。好，那另外档哦，另外档其实上礼拜好，今天我们就有进去买。上礼拜我就跟大家报告过了，是，没有，它是集团股集团股，集团股。然后呢？不是，现在好像你有一点要去买落后补涨的哦。对，你只能买落后补涨，真的要买一些落后补涨。为什么？不是，因为哦，现在的话呢，已经
北好，不知道涨什么股票，所以说它会慢慢涨到那种集团股的一个水股票去，好，股票去。那么啊，集团股谁啊？我跟你讲，没有，好，你来，金英问的好哦。好，你问我谁？我先问你，明天怎么说？这两子店怎么说？你不一定要猜这股票，你 不一定要猜我的股票嘛，你不一定要猜我的股票嘛，啊，至少你把华通，你把南子店，你好好做，你好好做的话，你说哦，南子店怪怪的，什么鸟公司，那没关系啊，华通跟南子店共振起来吧，一个是华为概念股啊，一个是车用，还有伺服器相关概念个股，那这样够简单的吧？是，啊，这样算不出来的话，还是老坏句哈，反正啊，还是没有啦，我们很简单啦。我知道看到台北股市它马着不跌，很多人很干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真的涨得太快了。可是还是老话一句，你先想尽办法强化你的专业知识，因为你当白老鼠当太久了，每次只要进去买，好像他妈这台火这台这条船哦，等你进来之后一定沉下去，怎么好像都跟你对坐一样这样？没有，一定沉下去。那代表你要去强化你的一个专业知识，而且我在每天在里面当中呢，我都验证给大家看哦，不管从 Philadelphia Intel 或是包括 NVIDIA， 我们投标都写得很清楚，所以说记得一定要按赞，要按赞，是，你自然就会幸福美满，按赞你就会发大财哦。而且我股票完全都没有盖盘。这才是你要的一个所谓老师，所以说如何拿到我们的线上课程最新版本，如何第一时间拥有主题现在，真的只要360，我们电话号码02-2392398，因为今天时间不够，不然我他妈连231都男子店，明天节都直接讲听，永远相信事前预告才是真的。有任何问题赶快问老师，真的不要自己随便乱做哦，自己的请教专家。明天下午的2点钟，请您持续锁定未来世界部，我们再会，拜拜。